亚运会第一比赛日共产生21枚金牌。回顾金牌归属，一武术男子上圈冠军中国孙培仁2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中国台北，三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中国纪晓晶吴佳宇，四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中国孙亚武，女子200米仰泳冠军中国刘雅欣，六男子100米仰泳冠军中国徐佳瑜，七女子四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日本，八男子200米蝶泳冠军日本濑户大野，九女子100米蛙泳冠军日本铃木聪美，十女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中国王健佳和，十一女子佩剑个人赛冠军中国田佳瑞，十二男子重剑个人赛冠军哈萨克斯坦，三跆拳道品势男子团体冠军韩国，14跆拳道品势女子团体冠军泰国，15跆拳道品势男子个人冠军韩国，16跆拳道品势女子个人冠军印度尼西亚，17男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冠军蒙古，18男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冠军印度，19男子自由式摔跤74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20男子自由式摔跤86公斤级冠军伊朗，21男子自由式摔跤97公斤级冠军伊朗奖牌榜。2018年亚运会第二日赛程 ,520 共计将产生29枚金牌，括号内为该项目产生金牌数，击剑 2, 举重 2, 马术 1, 山地自行车 2, 摔跤 5, 射击步枪 2, 射击飞碟 2, 体操 1,跆拳道武术二游泳70900马术盛装舞步团体赛决赛九点滑翔撒男女个人循环赛九点30分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10点武术女子太极拳决赛10点游泳男子800米自游泳预赛女子50米蝶泳预赛男子50米仰泳预赛女子100米自游泳预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女子200米蛙泳预赛男子四乘以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10点羽毛球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10点射击男子飞碟多项个人资格赛女子飞碟多项个人资格赛10点击剑女子花剑个人淘汰赛男子佩剑个人淘汰赛10点沙盘排球小组赛10点手球小组赛10点卡巴迪男女团体小组赛10点赛艇男子八人双桨预赛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预赛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预赛男子轻量级八人单桨预赛女子四人单桨预赛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预赛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预赛10点藤球小组赛11点垒球小组赛11点排球男子排球小组赛11点网球男子单打第二轮女子单打第二轮男子双打第一轮女子双打第一轮11点武术女子男刀决赛11点30分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3点艺术体操男子个人预赛13点30分篮球中国女篮 VS 蒙古小组赛4点自行车山地自行车男子决赛山地自行车女子决赛15点举重女子48公斤级决赛15点30分水球女子水球小组赛16-0射击女子飞碟多项个人决赛17点30分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决赛女子53公斤级决赛女子67公斤级决赛18点举重男子56公斤级决赛18点射击男子飞碟多项个人决赛19点体操男子全能决赛19点击剑女子花剑个人决赛男子佩剑个人决赛19点游泳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女子50米蝶泳决赛男子50米仰泳决赛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四乘以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19点30分足球中国女足 VS 塔吉克斯坦小组赛20-0摔跤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决赛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决赛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决赛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决赛
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决赛 ,20 点30分武术女子 ,52 公斤级散打预赛，女子 ,60 公斤级散打预赛，男子 ,56 公斤级散打淘汰赛，男子 ,65 公斤级散打淘汰赛，男子 ,70 公斤级散打淘汰赛。